好了，因为同学问那个声音大小声的调整，所以我一起教一下。画面借我用一下哦。那你先赶快存一下，先储存。我怕你接回来都听不懂。所以你先赶快存。好了，画面借我用一下喽。有同学在问哦，就是说他要这个的声音，他要这个的声音，他也要这个的声音。好了，你有没有看到在声音这边有一条黄色的线？这个黄色的线可以按住它，往上往下调，有看到吗？去调大小声，例如说我现在降低音量来去播一下。声音是不是变成，例如说这边？那我再把声音调大声一点，有看到吗？好，那可是还有可能同学哦，好吧，那个淡入淡出就算了，你们两者声音你要取一个平衡，就是你假设要这个影片的声音。好，你就用这个很单纯的方式。现在因为我已经把它删掉了，所以我这边没有声音。好，换你们来去做咯。声音的控制，因为我觉得他问的这个问题应该大家都有可能会遇到。赶快剪哦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